自今年七月一号起，海南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度提高至十万元，且不限次数。为了防止不法人员利用虚假身份信息购买免税商品牟利，海关总署宣布，从七月十号起，借海南离岛免税代购牟利将受处罚。 海关总署要求，从七月十号起，海南离岛旅客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购买免税品，或将所购免税品在国内市场再次销售的，购买或者提取免税品时提供虚假身份证件或旅行证件，使用不符合规定身份证件或旅行证件，或者提供虚假离岛信息的，海关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。 同时，三年内不得享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，并依照有关规定纳入相关信用记录。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 APP。